对总书记的印象特别深，特别有亲和力，总书记对老百姓有感情，对生态文明特别重视，对一花一木都充满了关注和情感。最关注的就是陕北防护的，再一个就是治理咱们防风固沙植树造林。我刚才了给总书记汇报的就是陕北防护林的建设情况。总书记对整个荒木化治理和生态建设这项工作了非常的熟悉，而且也给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遵循，这也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以后无穷的动力。总书记今天重点了解了林场的过去和现在，了解了各种树种的习性和特点，特别是抗旱的防风沙的树种尤为关注。这是小摇摇，它是耐干旱这个品种，那个是旱林，也是咱们这边防风固沙的一个品种啊。女像呢，爆炸头一样，它是枝叶茂密，起到了挡风作用。紫穗槐它一个是抗旱，第二抗涝，而且适合咱们这儿这个，再一个成活高。过去在五六十年代吧，粮场过去是杭滩、沙滩、碱滩、草滩。通过三代粮场职工的努力和国家的政策支持，现在粮场产量覆盖率达到了60%，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，改善生态环境，也是保护了周边农田。现在这里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风调雨顺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大家都感谢共产党，感谢总书记。我打算以后就是把沙固住，把盐碱地改善，增加职工的收入。下一步呢，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，绵绵用力，久久为功，科学有力地抓好我们生态建设工程，全力以赴把我们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打造得牢不可破。